你们好，我是吴英英，你们还记得我吗？我现在在上海，生活得很好，我希望不久的将来你们能见到我。我从小就很喜欢唱，经常呢在那个收音机里边学唱流行歌曲。那么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呢，其他的功课呢都是一般的，但是那个音乐课呢是分数比较高一点。一枝红。
起我，我真能不想他，无论他走到什么地方，我心都牵挂。我妈妈当时叫我去学医，但是呢我不喜欢，所以呢我呢提出我要去考那个音乐学院，但是我妈妈也不同意，那么所以呢结果两面们都没去考，那么然后嘛我就找到了一个那个学校的教书的那个工作了。我有洁白的心，我有洁白的身，我要把它献给一个心爱的人。我不谈金钱，也不求隐居，我只愿他也有一颗洁白的心。
我第一张唱片歌名是《我想忘了你》。唱片出版以后呢，反应很好，因为大家都挺喜欢这个唱片，我自己呢也挺高兴的。像浮萍聚散在水中，度过了漫漫的长夜，我们又在相逢。两方仿佛还是在梦中，回忆往事约束又无从，历经了苦寒的风霜，我们的情谊更浓。我要吟唱歌唱，唱出新希望，吟歌声悠扬，向别四方，洗去心底忧伤，让我欣喜来歌唱，紧紧靠在我身旁，唱出人间新希望。相逢仿佛还是在梦中，回忆往事约束又无从，历经了苦寒的风霜，我们的情谊更浓。1957年呢，我那个公司呢来邀请我到香港去，去了以后呢，他们跟我订了那个新的合约了，那么但是我呢后来没有完成，我就回来了。两岸稻花香又香，这是我们的家园。今早送别马，明早都天各一方，千言万语诉不尽，但愿你不要想我。我不肯落叶两行，也是容易前世难，你看天边雁儿西绕，倦鸟也不会叫，盼你早回家，哪怕万岁千山。
相识那把万岁千上，有情总会重相识那把万岁千上。因为我接到我家里我先生病了，所以我就赶回上海了。我1957年回来以后呢，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上海。我现在生活很好，家里也挺愉快的。我现在就是早上呢比较起来的早，一般呢我是都是在5:30这样起来。起来以后呢，我就到花园，每天到花园去锻炼一下，做做打打拳啊这样的。点点雨洒在我脸上，洒得脸上一片脸，在我脸上把那秋天带到心上，点点雨令我想家乡，我的家在天地那方，滴滴泪流在我脸上，秋的家乡我不能
的心里一片滴滴泪流在我心上，我的家乡我不能忘。公司呢多次来信邀请我，希望我把过去的合约呢完成。那么我对公司的这个事情呢也很抱歉，所以我是同意那个这次公司的邀请，把那个合约来完成的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也得到那个香港有名的那个作曲家们的支持与帮助。水寒风透，爱记得临别依依，今夜又到堤边等候。东江水不停流，流到今时方罢休。烟花露水去不回，转眼已经过了三秋。花会谢，人已老，一生欢，君知否？今日又在耳边回绕，化作千言一老。夕阳依旧，春去秋来无自休。我还是停停等候，总有一天你回头。回心人已老，一生欢，君知否？今日又在耳边回绕，化作千言一老。青山夕阳依旧，春去秋是天天等候，总有一天你回头。这次录音呢，我们是在广州中国唱片社分社录音的。在十月底这样呢，我是从上海到广州，
我们在广州会合，就是把那个音乐呢，已经在香港呢已经录好了，把那个音乐母带呢带到广州，然后呢，我就是把那个唱呢再配上去，他最后呢把那个有唱的那个音乐的那个母带呢就带回到香港。这次录音的情况呢很好，那么跟过去不同呢，因为以前录音呢，乐队是在后边的，我们人呢在前面，那么前面再是一个指挥，而现在呢是音乐呢已经早就录好了，耳朵上呢套了一个那个耳机，那么开始我有点不太习惯，但是后来呢这个听听的倒也习惯了。你微风在树里飘飘。
了你。这种录音的方法我觉得是很先进的，因为以前人多呢，录音呢难免呢，有个别的人呢可能有时候会发出什么声音，那么就是你唱了一半或是演奏了一半他要停下来，而现在呢这个情况就没有了，自己可以有把握，假如你自己唱得好的话，那么在时间上面可以缩短很多。将柳絮落水了，静静湖面。湖水啊，悄悄流，流到了你的身边，带来我的钟情。轻轻飘送，我的心像微风吹到了你的身边。风儿啊，告诉我为何他默默无言，偏偏我这次一共录了12首歌，基本上我都是很喜欢的，因为各有各的那个特色。我希望这次录音的工作呢能圆满的完成，也可以说吧是不辜负听众对我的期望吧。为什么不能留一留
头一溜，你为什么还是说要走，说要走？我难道不体贴？我难道不够温柔？痴心泪不断地流，请你为我留一留。你要走，你不肯留，也该待我最好。我不能留一留，留一留，斟上一杯苦酒，请你为我留一留。我难道不够温柔？痴心泪不断地流，请你为我留一留。你要走，你不肯留，也该待我最好。请你